另外，这个意外消息要来看到苗栗桃园上兴里水源路419号头前的车路，昨尾啊嘛，涂骹的水管汹汹崩破，50公尺宽的车路崩甲歪过直窜，路的崩一空真大空，差不多有半公尺深，一挂所在拢有空崩，该在无人驶车经过，无引起伤亡。台湾水道水公司初步判断讲，可能成为涂骹水管破，该在无影响到苗栗北平所在用水，经过透明修理了。应该在咪就会当修理好势，恢复通车。